老师发现了，还被老师罚要面笔思过。在面笔思过的期间，那位同学看到了沙鼠，唱着很响的我实在是个速度好看，他就想到了这个实验，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哪一种鼠类一分钟之内咬的最多下，还叫了两位同学帮忙。雷吃的最快，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些食物在每个笼里。接着就连上四颗的位置，最后放一些粮食在每个格。手机去计时，但是这样数都是不准确，而且还会很累。当时在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精神上种鼠类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啊，我们可以拍它在吃东西的影片，然后将影片放入电脑然后慢动作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去借小用慢镜去播放，沙鼠的结果是每分钟咬了1019下。瘦的仓鼠结果是每分钟咬了1234下。的仓鼠结果是每分钟咬1140。最后老师发现了，叫我参加比赛。